长的，有弧度的，灵动的，短的，走进来，中间两个写的比较紧，比较重，靠的比较紧，中间书啊也非常的浑厚。王，两个短横，不过这两个短横有分粗细，书画加点粗细处。只有长横弧度拿下来一点点，十，这个度跟上次的写法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说，我在这写的时候都有尝试让字有点不太一样，相同的字啊略微改变。上次只有直接写完，那像下面这次写一个铺，哦，不太一样。撇短，点长。拖拖就写的比较细瘦。有可能当时是墨量比较少，也有可能故意的。啊，这写字本来就轻轻重重嘛。嗯，这边稍微粘连到，这边再拉，做一个拉开的动作，拖。一切苦就一呀。上次比较硬，这次比较柔软。略有点姿态哈，不是直线呐、啊。这两个一个这样子，一个这样子啊，有姿态。撇，斜上去，触到斜，向中间。向中间回转回来，刹住，带起来，短的，撇点，拉长，